더블리 일단은 인상적인 선수부터는 솔직히 원딜 선수가 좀 기억에 남는 것 같고 좀 제일 많은 퍼포먼스가 있었던 것 같고 뭐 그냥 이제 항상 얘기하는 거지만 상대 팀 상관없이 저희가 할 거를 준비하기 때문에 상대 팀이 이팀저 팀이라고 딱히 신경은 쓰지 않습니다. 딱히 인상적이다라는 느낌은 샹크스 선수가 인상적이다라는 이제 큰 느낌은 없었는데 뭐랄까 딱히 모나지 않았던 것 같아요. 그러니까 큰 실수를 하지 않는 것 같아요. 항상 무난하게 괜찮게 하는 선수라고 기억에 남아 있습니다. 下场我们比赛打游击就需要我们自己注意自己的对线，然后打团，就把自己状态调整好就能赢。下场比赛打游击，他们中路选手德福就是一直比较稳的选手吧，然后跟他们打的话，就多注意我们自己中野联动就比较好。等着被我打爆吧！九他这桶打野个应该是刀妹打蛇女啊，应该是鳄鱼中单。鳄鱼中单，然后刀妹打那儿，然后是一个 counter。是的，对，英雄 no me 的刀妹来了。因为想了一下，这个英雄池上来讲的话，对，德福曾经他在打上路的时候，他是用鳄鱼这种的。德福这赛季也用过两场鳄鱼。对，然后确实不是英雄 no me 的鳄鱼。英雄 no me 应该没有这么快就会掏出，就是他一直不属于他风格的。是属于后置位选择把这个鳄鱼摇到了中路嘛，去打蛇女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没插进去，没错。维鲁斯的。但是你看，就是因为娜美毕竟是个元首啊，这样一勾勾上来，触发从刃卡住这个位置，先交的进化，再上的点燃。那这样的话，后部的血量会非常的吃亏，因为他是跟 Vink。这个时候我感觉红色方的作战能力可能会相对更强，看 Wink 的勾滑上来了 Hope， 但这个位置酒桶已经出手闪现早挡，发现后面有个大树，赶紧往后溜。这个位置那这样 Wink 掉个闪，Wink 掉了个闪，然后换掉了 Iwandi 的治疗。上路什么情况 ？Q 上来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要交闪了 ，A 再 A 一下 ，W 单杀。这个看一下，变大到变小，对，然后。哎呀，这个是最没办法的 ，E 的过程中被 E 到了，这个是属于怎么着都活不了。你要是先吃 E， 可能后面还有跳走的些许机会，但是你这是属于跳的过程中被控了。这波是属于但凡有个失误都杀不了的。哎，这个位置想动手了 ，Wink 二级的这个勾出手被走位躲开，没勾到，但是 Kitty 一闪被 E 给躲掉了。Hope 这走位也太好了，滑的跟个泥球一样。要反打，反手被 Q 到，交过一闪的酒桶，交闪捆到 Q 回来。因为卢锡安也没什么蓝了，中路这边看一下，反手打 Q 直接命中 E， 再交闪现 E 完成单杀。哇，中路上路都单，哦，上路是被单杀，抱歉。就两队都各自线上的单杀。还以颜色，还以颜色。闪现上来邦邦两枪，小安直接被后补带走。不是后补，今天这个状态，只能说。只能说 Yoshinomi 看得急啊，但是旁边开的狼头的 Gideon 找到了，好像是贪线残血的 Shanks 啊，主要六级，现在等级上面其实都差距不大。这波只要小安是没有双招的，所以他要小心不能被开到。想拼什么？德福可能会打那个爆裂果实下来，这个位置要先找一下，没有视野，先开大下来，满怒鳄鱼想找 Hope 反手咬，先咬老树，但这个位置的话，鳄鱼先倒，香克斯反手石化到 Wink 没闪，这个位置也要倒。而且 IG 这个阵容是没有后期的阵容啊。对 ，W 上来 AAE AA。又是主动滑上去，知道泰坦没到六级，洗一套把 Wink 的血量洗到过半。后面还有双。哎，但是这次有进化哦，大树大招想要去留，剩下两个人要反打，炸一下，把人炸开。那还有后续吗？怎么一个？那这里香克斯这个位置蛮危险的哦。后面石化被扭掉了，这面但是腹地交了出来之后交闪了。很果断。下半部又是 WR 一逃扫 ，Wink 帮忙挡一下 ，E 上来被勾到了，反手直接被捆到，这波是没进化的，这边先锁，但是横先到，直接给那个狂风没能击杀掉后面的小安，而这边的话 Wink 也交闪往后走，给点姗姗来迟，
哇，但这一波打完 IG 上路双人组完全没血的情况下，蓝色方应该是要笑纳这条龙。主要是酒桶刚才大招没好呀，不然他是有机会可以把后部秒掉的。刚才是就装备差的比较大，他是这波回家才出了一个大件勾上来，对吧？看 ARA。其实正常来说这种几乎都是必死的，而且也是娜美第一时间大招的回防保住了 Hope 嘛。嗯，然后小安那一剑 miss 了。嗯，对线在泰坦六级之前出事出了点多，腹地追住打一套，好折磨，好折磨，纯挨打，就一直 E 蛇女这英雄法术机关枪，但是侧面滴进来了，没闪哦，闪现给红怒 W， 但是被反蹲到了。这一波接肚皮伤害不够，香克斯会死吗？香克斯没死，反手施华被 Gideon 躲了，但 Gideon 交完秒表之后这个位置几乎是等死位，闪现 W 加 Q， 香克斯也有表，但是会被 Q 炸死。反手过来的一个小安这个位置娜美的泡泡被泡到了，直接后部狂风上来把小安杀掉。 Wink 血来了一个 QER， 纳尔拿他没办法，有质变的这个看看啊，塔下被越了，躲翼，尤西诺米先扛塔，然后 Biubiu 追 Q 上来直接打破败，然后被打到，然后 Biubiu 想 A 大，停普是无法越塔就好了，只要 Biubiu 没有不是个大纳尔都可以越，一直去提 Biubiu 的钱嘛，啊，但是 Biubiu 马上变大了。哎，他大纳尔的话好越吗？看了一下，拉扯拉扯一下，巨兵马上要变大了，赶紧想走，先把线送进来，焦耳炸回去，哦，哎呦，彪子好难受，但有闪，彪子有闪，这闪不焦吗？不焦了，不焦了，觉得死定了，因为他有闪，御史努米也可以跟闪。况对于 IG 来讲，他的这个经济都是优势。因为拿塔了呀，哎，这波上来卢娜经典连招，小安闪现差一秒，比较难打。但 IG 这阵容往后期去拖的话，也不是那种后期阵容啊。嗯。香克斯想动手啊，拖到 Yoshinomi 的被动已经结束了，十二级打十三级，香克斯走位躲 E， 给腹地，给 EQ， 给 E， 再给 E， 一路追着 E， 再给 Q， 再给 E， 石化道再给 E， 单杀就是一路追着用这个彪子蛇女的毒，然后接 E， 你的仇我帮你报了。IG 是要四打五的哦，这波香克斯还在越 E 勾勾空，这边腐败锁链命中老树，反手的话这边后部吃一个锁头，打断了一下大招，交闪上来就杀小安，给上腹地正面，而且同时旁边的酒桶还被控到 ，Wink 也倒地，Yoshinomi落地一看，正面已经溃不成军，只能撤退了呀。就这个阵容，他们在前期落入劣势的情况下已经变得非常难打了，现在还要动德芙，德芙这个位置已经是个必死的局面了，闪现差一点哦，有香克斯在，香克斯腹地给上的话，那德芙就走不了了。哎，这个位置没石化道，那还行，异道应该毒是毒不死。 哎小安又被逮到了，洗死了，洗了两三枪就死了，很难受啊，路线优势太大了，这小安玩不了游戏，这现在Biubiu又快变大了，大纳也依然不依不饶要上来， Biubiu 先把线清了，拍一下清完拍到德芙扛塔， Biubiu 还有闪溜了，闪现拉扯他，甚至稳到没有想着去换德芙，自己也确实露出一点失误吧，被对方逮到了。但你看卢娜就是玩的从深眼这边过来，对吧？硬滑，你在二塔底下接线都要死，没办法，因为这卢仙位移太远了，一个一现在后部又来了，小安真的洗掉了，哎呦，脑壳痛，真的玩不了游戏，直接洗了个干干净净。小安无奈的搓搓手，正面直接一员大将倒地，那 IG 也没法守这个高地了呀，不会要，有可能哦，可能会一波。主要 IG 现在这正面四个人打团没有什么战斗力，香克斯有 TP 可以保兵哦，这波甚至 W 如果打得凶一点处理好一点，真的可以一波一闪上来，又是没控好，反手被拍住，再加老树盘根直接盘死了，还推回来一个 Wink， 正面德芙看了半天，红怒 W 咬到了香克斯，但没给他任何的伤害，老树笑纳了 WQ 之后， Yoshinomi 现在在想办法能不能换一个，想杀香克斯，香克斯有救主理论，交闪往后走，吃了一发毒一技能空掉，这边德芙两段一穿上来，旁边 Yoshinomi 已经倒了，腐败锁链命中之后，可是鳄鱼也已经应声倒地，只剩一个复活的小安，可是正面已经是大军压境的 WE， 我们要恭喜 WE 2-0赢下今天的比赛了，而且这场比赛的时长也非常之快，只剩下一个维鲁斯，一个 Q 刷下刷下闪现 ，QQ 的是墙，23分钟 ，WE 轻取 IG。